情侣现身，看变身部落格的特别 host 展现黏滋滋甜蜜蜜的绝佳好默契。哎，请准备好墨镜，否则当心眼睛睁不开啦！热血 power 爆发力，超人气歌手福山芳树旋风登台，台前激情，幕后亲民的福库亚马桑将如何展现你所不知道的铁汉柔情呢？本周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警钟响起，粉丝注意，晋级不止的巨人现在突破次元高墙，大举入侵超商门市啦！墙面立牌、装潢布置，一幕幕魄力十足、吸睛度破表的动画形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嘞？现在呢，便利商店跟我们的进阶巨人合作推出了动漫主题超商。那我们邀请的是这四根主题超商合作非常密切的负责人，我们请云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你。怎么这次会想要推出《进击的巨人》这样子的动漫主题来合作呢？大家也都知道，漫博前夕有很多动漫主题的一个门市的风潮，对，好多。那既然最近今年很火红的《进击的巨人》一定也要加入这个行列。简单来说，为什么要挑选《进击的巨人》，就是因为红嘛，它红当然要来一下啊，是不是？你们有做什么样的装潢是比较特别的吗？门市北中南各选了一间，那我们每一间门主题门市的门口，比如说像台北，我们就特别选了冰掌还有爱莲，就是站在门口有一种守护我们晋级超商的感觉。里面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走进来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而且因为超商一直是无论不分任何年龄大家都可以进来。那其实晋级的巨人在今年有很多的作品，除了动画电影，还有已经上映的真人电影，还有十二月底的巨人展。晋级的巨人其实无所不在，就是一般人也可以来认识晋级的巨人。你们是特别挑选用你们这次要上映的剧场版是里面的人物图来让我们认识，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加强大家的印象，所以我们特别全部还是以剧场版的元素来选出各个主角，比如说大家最喜爱的李维，对，我们特别用他以全身的姿态战斗的姿态。那我们刚刚就有那边窃窃私语说，哎，奇怪，每个角色呢都是半身，是比较 close 的 size， 就只有李维看到全身1.6米，就想说你们是不是有刻意要让我们关注他，就是1.6米这件事情？是啊，他就是他，对，好用心哦。这样子的动漫主题商店，它是不是有期间限定啊？我们是大概维持在1.5个月左右，大概9月18号，所以大家要把握时机，赶快来这些主题门市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我们来到便利商店，其实除了看一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买了什么很值得的商品回去啊？你们有推出一些相关的限定周边吗？就是我手上已经拿了很久的这个，这个是已经上市的悠游卡，一个是很可爱 Q 版的，另外一个就是剧场版主要的主视觉的元素，那也是限量的哦，希望大家赶快来收藏。你们是还有之后还有推出一些活动？12月的话会有一个晋级的巨人展，那里面会有原汁原味日本的元素全部都搬到台北来，大家也可以关注相关的消息。不只是到电影院或者是在家看动画，你的生活周边，你只是走在台北车站的路上都可以被巨人包围。嘿啦，就是一个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的概念咯。动画电影限定周边主题展出，镜头前的谢明粉丝别错过这一波比一波更精彩的相关活动，一同感受巨人全面晋级的魅力吧。